원래 끝내면 얘가 끝내요, 어리야. 你别拍到人呀，你拍到人干嘛了？你拍下面，把它手背拍到就行了。要连着拍，等一下亭子着火了再。没事没事的呀。亭子走了，它可以拆除了，可以震你了吗？可以，它可以到亭子。把它分分档了，移走的，哎。